申请车业，车主你的钱都花到哪去了？爸妈请直觉的选择，如果今天你要出门 shopping 了，你会选这四个颜色哪一种？第四个，选黑色 T 恤的。啊，好冷静的，我也选那个。明天晚上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针对他的五大地雷做测试，究竟会激发起他的怒气吗？哎呀，喽，秀慧姐，秀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哈，来，请问几位？请问，一二三四五，大概后面还有十位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，来，可以，来，坐。秀慧姐很好客，但第一招不穿鞋。不脱鞋，就是不脱鞋，而且我进去以后就是要拼命的踩。秀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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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这么开心呢。哎，大家别好。教你吧。哎呦，坐，就啊，不脱鞋可以啊。没关系的，你开心就好。啊，可以。确定啊？我们要考虑到你的客人有隐疾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有皮癣的，有的有香港脚的啦，有的有六只手指头的啦，哈，那没关系，如果你开心就好，来坐。没有，秀慧姐，其实哦，我们是没有什么香港脚啦，又。哎呦，难得呢，哈，秀奶奶，啊，你的我头一摆生嘛，就好无诶，看人脚底比你面皮较白。喂，别跟你讲啦，不是这样讲啦，脚很白呢，哈。想不到啊，面对没有拖鞋就进门的特派员杨秀慧竟然没有生气，但接下来状况他能维持好脾气吗？哎呦，哇，秀慧姐，哎，哇，这嘴你还在夹哦，啊，哦，那个痰啊，哎。哎这样子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的，我因为我怕我表啊，把你们家的那个桌子弄脏了。然后我这样子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很有礼貌的，嗯哈，真的哈，阿贝，我真的很有礼貌，对不对？那秀慧姐啊，我因为我最近有小孩啊，阿贝拍谁呢？我就最近有小孩，都没有钱，多的钱买零食啊，让我带回去，带回去啊，我拿两罐去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不用了，秀慧姐，我只要把这个零食带回去。因为你生小孩，我也没有包一个红包给你。不用了，秀慧姐，不用，别，我只要把它带走就可以。这样子就好了。哎呀，我不贪心，我不贪心。太客气了。我不贪心的，阿斌，我真的不贪心，我真的不贪心的。把脚放桌上还打包食物，竟然连杨爸爸都搞笑面对，杨秀慧真的是佛心来着吗？一起来看下个状况喽。秀慧姐，你家都不像一般人的家，你是不是有整理过？不是有整理过，是没有整理过。哦，是魔爪狼哦，刚就也没有住在这边嘛。哦，说就是来这边好好睡一下 ，QK 一下。哎，没有很奇怪的东西呢，吼。没有啦，都没有啊。哪一只是你的牙刷？这只啊。这一只哦。对啊。哦，很特别呢。哎，秀慧姐，其实哦，牙刷哦，拿来刷。你很高哦。啊？你天天在刷，你指甲有到牙刷病？你有牙刷病哦？哦，是个人卫生的东西，跟内裤一样，那可能说我穿一穿再脱起来给你穿呢。哎呀，拍水。而且你我根本就会刷，我来指甲。这也可以拿回去。对啊，你都给人家刷指甲，你要怎么刷牙啦？哦，那这样子也好了。喂，这个你也要？对啊。好，弄小牙，你就拿回去。这么大方哦。真的是。哎，秀姐，拍水，我今晚没上厕所，拍水啦。你想想小班报告，对我刚刚吃零食吃，你等我一下哈，秀姐等我一下啊，好啦。现在呢，我就把秀慧姐家的厕所弄得乱七八糟，我看看秀慧姐会有什么反应。秀慧姐，喂，你
什么啦？恁家哪会漏水啦？漏水？嘿啊！我是去漏尿吧？无啦。哪呢啦？我唔知啊，我唔知啊。哦。啊？然后尿呢，有高压来说吼，就表示你要去看医生，你有糖尿病。喂，嗯，这样都没关系。啊，无变嘛，我再洗头，你出去。哦，来，好。看到牙刷和马桶被糟蹋，杨秀慧终于出现一点不开心的表情。特派员，快使出大绝招吧！秀慧姐，哎，哦，你的床不错哦。哎。临时在床上是很多人的大忌，看看秀慧姐好的身体。秀慧姐，她有那个转台记得。哎呀，嘿，好，哦，我给人家床很不错。真的吗？对呀。哎，阿姨躺这样子哦，然后我要坐这样，好像我家在做黑的。这但是袂歹啊。嗯嗯，哎。哎，秀慧姐一起吃啊！你故意干嘛？我很不喜欢吃这个。对啊，啊，床上都没有关系哦。啊，床上都没有关系哦，这样吃东西就没关系了。没关系啊，你不要给我掉下去，掉下去我就站起来。啊！啊！哎，是这样啊，不乱丢啊！哎，捡起来了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哎，我这是最重要的。帮我拿饮料，前面这些饼干都是排骨。哦，这太好吃了。秀慧姐，拍水呢？拍水，拍水。哎，杨秀慧真的不会生气呢。哇，太好了！我们晚上一起去秀慧家，你来了，然后在客厅烤肉。哎，哪个家？啊，对，还有好多，好有四个家。对，因为他买房子有致富。对对。哎，不过说实在的，如果人家去来我家的话，你穿着外面的衣服，不能坐在我的床上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我觉得外面你有坐计程车呀，坐乱坐的，他非常坚持，一定要脱掉。对，坚持你一定要脱掉。那陈医师，这位他的 EQ 高不高？他看起来展现了相当成熟的 EQ 哎，而且他还用很多幽默感来化解很多尴尬的场面，包括糖尿病啊、牙周病啊，或者是说，哎，床上会长蚂蚁啦，那等等。其实基本上幽默感是一种就是社交习惯化解尴尬最好的表现了，所以这可以看到说，其实秀慧小姐她的 EQ 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的。对呀，我们会去你家办中秋烤肉啦。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。哎，跟我现在穿短裙就很好哎。他平常的人真的很好。我们来看一看郭仁豪跑到林国基家又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一站，郭仁豪来到林国基家，针对他的地雷状况做测试，时尚大师能过几关呢？哎，国基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国基老师，欢迎来。哎，啊，你们，这要脱鞋子，放在这里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放在这里就好。啊，国基老师，你们家不用穿拖鞋哈？不用啦，就是希望你来帮我擦一下地板，就是顺便这好久没清了。我今天的特别呢，就是带制作单位来参观你们家嘛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我可以介绍一下。哇塞，哇，各位。可以看一下，国基老师真的是有品味的人啊！这个这些东西都是，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历年。这一段是特派员在套交情，想先赞美老师博的信任，但由于根本不是重点，所以我们快转就可以喽。陈老师来了，来，哎，老师，你时尚大师呢？哎，啊，你的。其实时尚大师蛮喜欢这种化学产品的。其实比如说什么剂啊，什么剂啊，我觉得就是人体要有冒。不是，我讲真的，你买这是什么？来来来，我倒个茶给你，怎么样？好，一个茶。哎，你是没吃饭吗？我今天很干，很多地方啊，我不能用这种吃饭。这个桌子，这个屑屑，哎呀，掉下去，这个真的是，不会吧？这种你要。你没有必要这样子教我吧，对不对？我后来你们家过客哎，等一下，我这个你吃不完，我打包让你带回家，因为你刚刚血血一直掉在这里面哈。哇，等一下帮你打包。哎，你是？哦，我最近看牙齿，我看牙齿会痛，医生跟我讲说我这样喝啊，如果是这样，
这个桌子，我没有办法，这是我德国进口的一个桌子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你怎么跟我们家莉莉尿尿的那个颜色都一样？哦，哎，你哪有讲客人拿来跟狗比的啦？一般人应该不会这样的。这个桌子，刚刚这个还好吧？没有，就是德国进口的桌子。搞脏大理石桌，果然让国际老师有点抓狂。接下来我们针对他的爱犬出招，老师会怎么办呢？莉莉，嗨，啊，没反应啊，没啦，还说要介绍狗啊，结果自己的狗没反应。哎，我们这个狗是不是灵性？哪来的灵？那个，你看它双眼皮多好看啊，根本不用去医美，你看多好看，你看那个嘴唇，你看不是？哎，坐在这边它也没有才艺啊，也不会靠近客人，那这样子叫待客之道。哎，我们家的 Lily 是很不错的。哎，你干嘛一直要批评它呢？我们 Lily 真的不错， Lily 不错。好，那我们不要看狗，我们不要看啊，它在我们家的地位可高的呢。它高，仅次于我妈妈，我妈妈第一位，她第二位。哎，我们不要再批评它，我们还是出去。哦，好。不断重伤爱犬，老师真的生气喽。但下个阶段，现场竟然发生失控的状况。好，那我看其他东西，我看其他东西。啊！哎，老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这样？不是啊，老师，这原本就坏的吧？没有啊，你看新的痕迹，这是我在香港买的，而且还排队，然后我花了港币10000多。啊，怎么会断掉？我已经收集了5-6年了，怎么办呢？而且你看这个也摔坏了。好，老师，我帮你拿去修嘛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修了以后根本没价值啊，跟垃圾一样的价值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子发生这种事情？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我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最心爱的东西，你也不小心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没料到，哎，今天来我家还帮这种事情，真是的。拍谁了？不知道。我的通告费才多少钱啊？这个这么贵，而且这最重要的是钱买不到啊！这个他几年前，现在根本不卖，这绝版啊！那怎么办呢？真是的。好了，那我等一下还有通告啊。啊？那你就先回去。啊不，你就不招待我了？你也把桌子弄得跟水灾一样，然后我们的狗狗也不喜欢你，然后呢，我的头也不见了。现场踢坏了国际老师的收藏，特派员就算紧张，还是把状况给演完。我说你啊，还是好好的在棚内跟老师道歉吧。我现在托人行，你真的很糟糕。是真的这样吗？你做错事情一点悔意都没有。但是林国基看起来已经有一点点生气了，对不对？那他这又是什么人格呢？没有啦，其实我想这个如果就 EQ 或者是冲动控制的角度来看，当然他就比刚才秀慧小姐略逊一筹，因为他开始对不愉快的情境还有访客的批评开始有些不耐烦，甚至再回挑战回去的一个态度，最后甚至就是当然那个古董可能是真的很贵啦，可是他就是把就是朋友驱逐出境，这样下逐客令。我想这个当然就他很委婉，我觉得他脾气非常好，非常医生。你真的，你想赚钱真的想得太凶了。这样子人都说还有，你知道有点毛病。哇塞，那我们不是应该关起来啦？他包括你是应该关起来。罗美真是好人。不好意思，他本来也应该要回去报道。同样的情境，刚才秀慧小姐那边就是脚放在桌子上，他就用幽默来化解。可是这次他就直接说。啊、你这样我桌子会脏啊，我是桌子是德国来的，这其实就像慧萍主持人说顾客就是访客确实就会有压力、啊、其实我觉得林国基他的问题是因为他，你有没有从他字里行间听出他其实是很爱炫耀、嗯、这个很贵、嗯、那个质感也没有了，真的炫耀家很有压力，不是这个是好东西，真的我们不要糟蹋他，因为像很多古董很难再买到，觉得我们是瞎的，我们看不见吗？东西是买来懂，这些东西以后就没有了，有时候爱炫耀吼就是我只是泛指一般状况啊，其实你就直讲吧，你就直说吧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是炫耀，就是不够强的表现，因为他要借由外在一些东西来彰显他。不够牛，不够牛，不用了，家里穷怕，对，要用那些东西来肯定他自己的地位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现在先出完这两个是比较轻度的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重度的来喽。没有，他们两个是不正常的，接下来看的是正的。好，那正常的还没轮到你哈，下一位是林群峰。
郭仁豪来到林群峰家，针对他的洁癖状况做测试，而林群峰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郭仁豪做客大撒野，林群峰整个失控啦！哇，你家镜子很亮哎，还是没带？干嘛啦？我家镜子不能摸的，为什么不能摸？我在镜子，不对，为什么？哦，哦，哦，你这个放在干嘛呢？你要干嘛？我在整理一下，你给我出去啊！